看，然后我说要不要去了，我就说我看我爸死了还是去了，考得咋样？啥也没。你好，我叫斯莱德。就没怎么知道。到西宁的这个电话太忙了，数学考，然后他们学校还有那个。奶奶，你别去，别闹气了。反正他我吃醋。我吃醋。闺蜜的名字。我喜欢武术。我喜欢唱歌。是